干，你怎么还醒着？你没睡吗？我傻眼，天哪！哇靠，这时间你们怎么没有睡啊？等一下哦。我再跳一下我的衣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聊天聊天。我靠，怎么那么多？哇，现在几个人？哇塞，虽然只有21个人，可是都在打字。天啊！嗨，早安，各位好。对，现在是失眠睡不着，就是。不是，也不算，也不是失眠欸，就很想睡，可是睡不着，有点烦躁。早安，早安，夜班下班，好，早安，疑似叫醒，那我很抱歉。家庭教师演唱会在看网球王子演唱会，是重播吗？各位好啊，一直想要复健一下我的手，可是我的手真的只要画超过一个小时就超级痛，真的我的坐姿不对吗？一站的哦。已经放弃睡觉这件事情了。别啊别啊别啊，放弃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！我稍早剪一下国士无双的那一段。夜猫子还没那么早睡，嗨，鳄鱼。你要吃完早餐才去睡，好的。干嘛？你们都是被哈记加班台影响到的，是不是？手机的画面怎么拉大？我就不是被影响的人，一直都是晚睡的人，我早上才睡吧。反正那时候以为我家狗回来后我就会好睡一点，结果也没。新名咧，
然后稍早我们兔窝里面有人在讲鬼故事，然后我其实就是抱着在那边看那个丝瓜，想说西敏不是也是一户的吗？啊，怎么没有进来一起聊？早安，早安。我大有开台，没有啦，要休息可以去休息，然后只是睡不着，找事情做，躺在床上真的是眼睛闭起来睡不着，很痛苦。可能也是稍早我们有一群人在看烘焙网，然后在那边吃宵夜。画不好欸，什么动作啊？想要个很夸张的姿势，可是表现不出来。要，对，这个，下载。挂台睡觉，早安，一睡。对，新苗回我吗？刚才我才哦，你才大一哦。还不去睡？
放假，早安早安。放假就该好好睡觉啊。还是你是说放疫情的假，那更该好好休息啊。有些人休息不到啊。没有，当时是想这样子画，我想说先转正。安安不熬夜，那现在请问在干嘛？这只夜猫，请问你在干嘛？看一下白霄的头。睡醒了，骗子！没有，其实我刚才是跟人家说要去睡，结果现在失眠成这样。前阵子都好好的，突然这是一个诗人，等到现在头痛到睡不着。你觉得那是奇怪时间开台？刚有尝试想要睡啊，但是还是睡不着。嗨，早安！你是现在起来要念书还是怎样？请问一下，这位小朋友，自说跟季季加班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蓝蓝天使长得真可爱。长得真可爱，我、拜托，我认识他八年了，哎，他哦，最近就跟他玩游戏啊，可是我是觉得他不用太刻意去装饰自己，因为其实他在实况上的样子根本不是他本来的样子，可是就是有包袱在还是怎样的。对吧，小林？
刚念完数学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不喜欢吃太饱的，我没有吃很饱啦、啊。高早是我优口跟小鱼，就跟两个扳手，我们在就是边吃宵夜边看烘焙网。加马尾哦，哦，烦。在日麻疯狂被虐中，你现在在打麻？干嘛不睡觉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在农哦，你不是最近都在玩那个挖矿的东西吗？嗨，孟娜安安，想要给妹妹结婚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教主晚上好，还是说早安？早安，早安。我西瓜片可以送，送什么东西？还是眼睛该换？这种。好像可以呢，试试看。反正想等克洛伊在来开话题，可是好像很难。眼睛夹掉啦！管理员加观众一起操盘，定位基地，说我们没那么团结，因为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东西？你是说加班吗？因为上面什么上面哦，是说礼拜天鸡鸡要穿女仆装哦，我们要集结西瓜片给懒懒成功换到。什么叫西瓜片呢、啊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类似那个吗？那什么忠诚点数那种东西吗？啊，我是觉得，我也不能讲什么，那毕竟是那一台的风气，你懂吗？我也不能说什么啊。就他愿打愿挨啊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除非他有规定说不能给别人还是什么之类的、啊，但不可能啊，因为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按指令，然后赠送给其他人之类的。好奇怪哦。哪边奇怪？眼睛就是很奇怪，画了那么久就眼睛不行，天哪、啊！然后再是脸颊也不行。那天刚好打木台没跟到，哪一天啊，又是哪一天？眼睛圆圆比较可爱，没有很多都是那种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啊，还是这样好。那不是指令，是赌博。我知道啊，这是打赌博啊。那最后嘞，要怎么都给蓝蓝啊？
懒懒一边，观众一边，然后嘞，如果懒懒全部输的话，然后再叫观众 all in 下去给懒懒这样子吗？好啦，这边就不要提他，不是也提啦，别台的东西了啦，那是他们台的事情，不干我的事。第一次看台台柱好正哦、喔！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？哎、欸，鸽子，你现在都没玩了，对不对？你是确定不会玩了吗？这么香的一季，真的不玩了吗？应该也没时间了吧？弃坑了，好。辛苦了，完了，已经三季了吧？哪个啊？欸，你应该深渊季就没玩了吧？就重组小王子飞行，辛苦了。我那时候也是说，我退坑至少要先换到兔子面具才要退坑。可是如果真的换到，我会舍得退坑吗？都换到了、欸。也许会啦，就只是最后还有没有再玩而已。重组也没，等你退坑哦。呀塞，你吃塞塞好不好？哦，然后其实稍早我有在拖 DC 群露脸，哎、欸，那时候还跟那个 mod 说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头发超长，然后就。很突发的开个视讯，哦，一万安安，十三安安，干，怎么这两个也在？一万 ，hello， 我这时间没有睡啊。
我应该要开始出周边了吧，就是开始找老厂商跟想做的东西了，不然靠 YT 可能真的要饿死了。对，这是目前这边 YT 的现状。像那个谁，杰克也开始转退去了嘛 ？YT 这边开始放那个直播记录还是什么的，就是知道这边生存，主要是演算法变了，要开始买了。对，只是我要先研究一下我那个之后啦，要研究看看那叫什么？一个东西，它就是。你输入好东西就是扫个 QR code， 然后那个 iPhone 那边会直接印出那个几个单子出来，因为最近太久没用了，结果有一次是印到了要输入三笔的，结果就用那个 QR code 的时候，他一直说失败。如果失败的话，之后如果人家一次买了七八笔的话，我就一个一个站在 iPhone 前面那边站位。听说 YT 演算法变了，就变了啊，所以导致你没看到已经开始很多人都是双开，或是就很明显嘛，有些台币都已经转去退取了啊。然后有一些怎么说，反正就是你只要开始没被推出去之后，就是不会被推出去。目前感觉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啊，我是最近起起伏伏，然后之前有说想要再出贴图，可是我看我的手这样子好像不太能，应该说肩膀了，但每次画画画到后面都是肩膀在痛。我去跑图挂着听，要不要挂着陪你啊？当充电宝，爱优花。刚优花上线说：“我怎么还醒着？”我刚刚我在画画。他说：“原来这样子哦，而且是开台画画就出现了。”好了，给个爱心。你最近都开很久呢。我最近吗？你是说要吗？有需要吗？需要我就签你咯。啊，断手的话你要救我。嗨，克洛伊。西敏还不睡，我刚刚也吼过他一次了啊。他说他想要让妹妹结，他想跟妹妹结婚，我都吼过他了。要，再看一下多少？感谢一万的一千块，感谢一万的一千块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点被鼻涕呛到，等一下，敢被口水呛到就算了，被鼻涕呛到。等一下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！哇，我能被鼻涕呛到也是真的很强哎，天哪！等一下哦，我这个是没有聊天室啊。
我最近都睡到中午的下午，所以是午餐前被鼻涕呛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之前都是他们都很少抖绿界跟那个欧布宝，所以其实都是先聊天室先看到那个，先看到讯息，所以都有预防针在。好了，上色上色，先存档。零零零档。啊。来消比心，嗯，等一下，我是觉得这颜色不太对啊，难怪不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抓到问题了，这才是我的颜色嘛，感觉不对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我平常比的颜色吗？等一下，开启，然后，我吸一个颜色哦。果然不一样。等一下。答案开启。然后质感，质感，无质感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一样不一样，找到了，这才是我的笔色。见稿变紫了，就是。我的线稿照理说应该是偏咖啡色啊，这才是我，因为我那时候画的一直觉得很奇怪。好，找到颜色那就好了，然后放自己的颜色啊。第一次看台，现在这种鬼时间，早安早安，这时间都该睡咯。欸，克洛伊会怕看鬼故事吗？他们稍早在那个 DC 群有打鬼故事。那如果会怕的话，就记得不要看到。两个护理师在讲鬼故事。你不是说你最近睡不好？你说我吗？请问现在是轮到我的时间了吗？我的话是睡不好啊。前阵子啊，就是因为狗狗的事情嘛。然后狗狗回来之后，那天有睡比较好。可是之后就最近因为天气太冷了，我睡到下午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作息乱掉了。哦，不是我，可恶，是西米。哎，可以多关心一下你们教主吗？原来你跑图跑一跑，突然不动在打字哦。想说，怎么了？串了吗？怎么不动了？
多喝热水，我多喝热水，前面多喝热水，喝热水才没有用，想骗我。好的，关心关心你。不过 DC 我看完还好哦，真的哦。看来你喜欢更刺激的。那一万不用睡觉吗？等一下，刚刚那个鼻涕还好像还在鼻孔里面呢。哦，克洛伊是不是比较喜欢画写实版本的啊？喜欢可爱的，但画不出来。我可以慢慢教，我是真的可以慢慢教你啊，不是在讲干话啦。反正二头身的你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可爱，我还是觉得最简可爱真的很简单，至少比写实的好吧。其实你要顾比例什么之类的，但可爱的也有啦，就像我刚刚讲的二头身嘛。就是想办法让你的头跟你的身体比例是1:1就好了。那在其他修饰微调，觉得都不是问题。但也有 1.5 头身，可是我觉得这就不可爱了。你就画一颗圆，然后加一个脸颊，然后再画个身体就完成了。那懒懒之前是说什么 Q 版很难 ，Q 版很难。他最近还不是画 Q 版画得很开心。他应该也是少数里面我真想扒他头的。嗯，就很超强的。整天在那边没信心，欠扒。错过什么？没有吧，没有吧。
可能错过被我打了。有了 iPad 跟那个笔之后，我下载画画软件，但找不到感觉。哪一种感觉？画画的感觉吗？可以啊，请问你以前画画的感觉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你画画的感觉？粉色色，对。哎呦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头上的胡子哦。金川下海底好，樱花粉，这个，然后粉色。哎，今天是牵火的，你要不要牵我手？今天是牵火的先祖哦，你要不要牵我的手？不是牵手啊，你要背我啊。握不下笔的力道跟纸布一样不习惯，就是要习惯啊，这东西就是习惯的问题啊，你不习惯那就去习惯它好吗？你一开始也不习惯克洛伊啊，它不是后面就马上习惯了，不对，这东西都是理由跟借口而已啊。而且当时我不是说我想买那个吗，萤幕的绘图板。然后萤幕绘图板就是都会说到现场去试嘛，然后什么？对，然后现场试才会知道你的板子跟你合不合啊，你用不用的习惯啊，不然买了用不习惯很亏、欸。你跑个人我知道啊。早安，早安。好了，被人要来画背景。小妞，早安。等我一下哦，我不小心超前引到火。
你背我好了啦。不是要下去吗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关注好久，终于发现可以加入会员了。你加了吗？那你，哦，对不起，现在你现在可以就是截你的订阅证明到那个 FB 上。那我们最近就是小帮手，比较有空了，看到都会拉人进群了。对，今天那个审核进群的不是我，但是他有看到，会很努力，赶快先加你们进群。怎么可以画这么可爱的东西？请问哪里？我这个也是久久才画一次好看的图欸。来画蝴蝶。应该就好了吧。存个档，存档，就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手感就时不时有，时不时没有啊，所以不敢接委托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十三鸽子。
画萌妹子就有手感，比如哈基吗？还是杰克？够萌吧，这两位，可以吧？发光，哦，不是不是，啊，对呢，可以这样子画呢。这是原本的蝴蝶，这是加过效果的蝴蝶，原本的。肚子饿了，珍惜生命，远离画画。真的，你知道，每个在实况在画画的人都在减少他的寿命。对，你每画一分钟，你就减少了一分钟的寿命。今天才在讲这个干话，他说。其实都在用生命画图，就这个意思啊！存档存档，这个我拿去抛在社团好了，看我有没有这个勇气啊！梁静茹，请借我勇气。好了，我们画多久了、啊？哦，都没有显示哎，烦死了。15分，我们实况到现在，哦，快一小时了。我以为你会说像小雨发发，没有，当然要逆向操作啊。发发是本身好不好？小雨被说可爱，应该会俩公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我无所谓啊，没关系啊。”这是白肖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是我现在常住的造型。我现在都在穿长棉裤，然后搭这个那个小王子的。我可以现在换 Switch 啊。那个谁，幼花，你可以等我吗？你等一下这边跑完等我。我换一下，我切一下Switch哦。没有，我现在换好了，反正你身后面。我现在换哦。好，因为在陪我们的幼花跑图，我今天的图都跑完了啦，所以在陪他。我存好档了吗？另存新档，好诶，再存一次，关掉。那我们等一下去玩哥布林吧。那哥布林我刚玩的一个东西是，它那个炸弹伤害是四倍，但是你会受到四滴血的伤害。那我最后打 boss 的时候把自己打死，超好笑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既然不知道玩什么，要玩阿尔宙斯还是玩那个钻石真题，我也在那边想。阿莫娜也早点睡吧。鸽子快看，帅帅的白肖，
我现在觉得 LINE 里面光遇贴图只有看到一个而已，真的好可惜。毕竟那个啊，贴图光遇的贴图是光遇的东西啊，我们不能二创这样子去做啊。海西米，这就是我刚刚就在边看这个边自己画。我去找一下优化哦。你看，熟悉的 B 剧院，有没有勾起你美好的回忆了？等一下我去做，顺便存个去备档，我放在桌布。开启，另存回，偷偷下蹲，开。好恐怖的游戏，是吧？想想当年。那时候的明龙还没那么凶。喂？哦，档案无法站出来。看啊，点错了。嗯，百鸟比心。档案另存。成为百鸟比心蝴蝶哦，存百鸟比心，好诶、欸，我的画面又可以多一只东西了，一二三，然后嘞。拿图是什么？确认一下属性。哦，布布哎，浏览，下载的文件夹，图画站出。今年这最近好像都没有在画。完成。哦，放在上面。我昨天直播完有休息了，我昨天看你联动在玩啊，玩超晚的欸，可以这样，不要逼我把后面的蝴蝶也弄成会动的哦。最近很喜欢把东西弄成 GIF 哦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刚才拖了这个东西。完成。哎，怎么没出现？哈哈哈！这个是多低吸新增的东西。繁星玩国际服吗？国际服啊，是国际服的。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唱歌唱很嗨，也新增了这个。可是又觉得跟这个差很多，感觉这个动得比较快。
你玩国服，晚点去干国际服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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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看你啦，因为现在兔窝里面也很多都在玩，都是玩国际服的，只有两个在玩国服。嗯，我的许愿呢？光遇时间，我的胸口没有上射到，抓到抓到，等一下我去改，我要重，哇，这样我要全部重画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 ，SAI 关掉，玩了14小时，回家哦。开启。另存新档。另存新档。不是啊，就有人在作死啊？谁？你联动的人啊？我那时候是。挂台没有在看，我只是看到你在那时候在狂敲东西，然后在盖家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你标题是什么"厨师不做事了"还叫什么？零，应该，啊取消弄错了，缓存。蝴蝶，然后这个是没蝴蝶的版本，还消。中心爱心好了，弄掉了。安安，起床的安安。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四个人，有每个都在遁地下来。你真的不帮他吗？他很可怜。好啦，我们去帮一下他啦。不要那么坏啦。哦，他不要了。他不要了，你没看到，没事没事，他叫了一下。学习大佬如何跑，叮。那、啊、你不在睡觉、啊？还没睡，进来打个招呼就要去睡觉。晚安，我跑图都不跑进格，感觉好麻烦。不会，进格超方便，超快。没看过那么方便、那么快的地图。好吗？就选进格了。
感觉要杯杯才快。对啊，啊没办法，哎、欸，一堆大辣你不跑进格。没有啦，有人误会了，游戏边界是地下层，然后就找入口，好死不死我们那个都找不到不放弃的那一种哦。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抗拒跑，不是说不想要跑、不喜欢跑，而是，怕这游戏都知道东西在哪之后会失去很多乐趣。我就是故意都是那种看一半看一半的，可是就已经大概都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，但又不知道东西在哪里。就那时候他们陆续就是都弹坑了嘛，就是有的退坑啊，有的是因为忙了没办法玩。然后变成说自己一个人在跑，就是慢慢回想像幽花跟雨林带我的过程，我就说我就依稀记得说这边应该是这样跑吧，然后虽然还是迷路很久，那就是迷路了两次就想起来了。因为每次跑图都是连片在跑，但后面就开始在跑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会突然发呆，因为没看路线，我只看到那个中间有火就帮忙点，有火就帮忙点，然后该背背啊，该叫啊就帮忙叫啊，一下这样。应该可以背吧，应该没有其他玩家跟我们抢吧。你知道现在杯杯喷的话会那个吗？如果两个人同时杯杯喷会卡吗？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，你先动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会直接杯到你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你那么早起床干嘛？开台啊，工作啊，赚钱啊，上班啊，没动到吗？我刚按错键了，抱歉。一个人跑太累就嫌麻烦，自己跑雨林和雨林就不跑其他的，云野跟雨林，可是辣就差很多了哎、欸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每个跑图人都有每个路线呢、啊，又不能强迫人家跑什么。不是啊，你如果坚持跑15跟辣的话，那我原本的路线也都是一样的啊，就15跟16跟就关掉游戏，没有要玩了。等一下带我去哪？眼睛冷吗？啊、哦，嗯，看来是。其实进格我最讨厌就是陌生小黑在我的门面顶。哦，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我那时候开台。我气到我不是跟大家说，我就跟一个小黑在那边等人，就旁边就有人那边蹲下去还是怎样的。我那时候就气到开始真的想好好学遁地，不然我其实是不喜欢用遁地的。你少一个、欸，
好啦，我们换游戏啦。好了吗？换一个。好，拜拜。我猜一下，你是西敏。嗨。哦，你真的要解吗？你不等，你不拿去做其他事情哦？你都好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白痴哦，白蜡我出啦，你出红蜡就好啦。你这白痴，过来点，白痴哦，等一下哦。太卡了吧，卡成这样，卡成狗。所以到底有没有解啊？那西敏是你太卡还是我太卡？哎、欸，他有扣到我的蜡吗？等一下，你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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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卡，我知道。这已经不是等一下的问题了、欸，要等你半辈子、欸、有了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扣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你出吧。你没接受到的白痴哦，你是白痴。好了，这样可以飞更高了。那个谁，鸽子，你看得出来我肩膀上有一只小海龟吗？等等，我看着哦，你看着什么东西？你看着什么？吉敏，你被抓奸了哦！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你看小海龟，你想跟克洛伊姐贝贝？那你今天要去献祭了吗？皇帝海龟，然后把变黑。好了，海龟。只是缩小真的不太明显，而且白霄的头发又会卡住。我们没干嘛，对啊，欸，克洛伊我是清白的，可以吗？我没对他乱来。起床去献马黛玉来，刚是看教主。主要是禁止西明顺，
哦，你说禁止我，他顺着我，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没有禁止任何人，好吗？而且我是到那天那个谁，那个佩佩跟我说，我是不是禁止他？我说我没有啊，而且我还说，什么东西是禁止？你看鸽子，我们当时玩的东西回来了啊！你当时好像不是这个时候来的哦。那时候黑糖我们呢、啊，就因为这个想说，哇，第一次我们不用复刻的时候根本不用换。可爱吧？他今天画的就是这个啦。这样你们是要上线的，是不是？你先留着吧，等我今天赶去投胎。哇，好啊，有没有打麻将啊？这个时间，看我两位怕麻将。有在开哦，没有，我去玩哥布林。你看鸽子，你看好哦。这一页有没有看到认识的人？有嘛，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页有没有看到认识的人？也是一大堆，对不对？你看鸽子，你在前三页哦。我那时候跟他们说啊，我说这个人，我是觉得他已经退坑没有要玩了，但是又说我舍不得把这些当时一起玩的小朋友们给解除特关。对吧、啊？没事啊，你弹坑，你弃坑弹坑没差，就是有些位置还是都不会拿掉。不行，你要去干国际服了。哎、欸，这你要干的话，你最多干20根蜡吧。今天下午三点就关掉了、欸，哎，他下午三点就没有了、欸，哎，你要干。来不及了吧？不是吧啦，你一定来不及呀、啊！除非你要花钱吗、啊？送我抱抱，你上来啊，摆回来啊！好啦，我先关掉啦，换游戏。有辣，可是最下一个活动是什么？地球日结束后的下一个活动是什么？彩虹日要六月啊！啊，我关到了，白痴哦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没有，我没有打哈欠，刚刚不是打哈欠。皆様にお会いできて、舞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刚刚那个不是哈欠呐、啊，刚刚那个是嘴巴张开然后发出的声音。等一下哦，我在拉刚刚光遇的视窗。我不是7414啊，有没有人？没人的话玩哥布林哦。啊，昨天打过的赶快加进来啊！白痴，
搞不好再一个玩光遇的进来啊。特洛伊都没有，再解永久翼的。但是他有他享受这个游戏的玩法、啊，我觉得他这样子也很棒哎、欸。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人，他，好哎、欸，就是他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在飞，他都是用走的在逛地图。那虽然他有些高处飞得很困难，但是他说他那时候玩的他玩得很开心。哎呀，两位邻家姐妹，你有七了，看，就是就是一样嘛，就是副科先组的永久翼优先解啊，再来才是那个地图上先组的永久翼。毕竟他就常住在嘛，就是在那边等着你去解锁。没了哦！我本来是想问克洛伊可不可以让我看你画的，后来想想，怎么讲？怎么说？怕都你破音，是怕说，你也是画自己喜欢的这样子，没有想要说进步还是不进步啊，就是想要改善还是什么的。我只有朋友生日卡和之前的圣诞卡。你说画的哦？龙です。哇，我的耳机好像突然有一种回响哦！天哪、啊，是只有我自己听得到那种感觉，好空灵哦。哇，杠成这样子，我还没有中礼宝牌哦，好可怜哦。栗子、银、断腰、银狐吗？银狐。蹦。你怎么了？你要的是五万，对不对？哦，八万，二五八。五六七八。リーチ、ピンク、ダイヤを。来，对，没中礼宝牌，那么难看。大体、真一。ハネマン。我其实蛮喜欢他这个上色的，水彩的那种上色。SAI 是叫什么水彩的那个啦。我突然想试试国际服无意耶，不是听说无意都要被那个了吗？
被送翅膀了吗？那时候看到好像有消息说什么无意要被送翅膀了，然后导致一大堆人在哀嚎。你可以养个小无意啊。认识的里面就一大堆，目前有七个吧，都有养一只无意，都是送爱心的。先休息，鸽子晚安。啊，我就怕被骂咩。不是你们三个妹子真的可以吗？我是说有的是刚有两个是刚起床，一个是还没睡的。要不要去休息啊？想说只是开个台，陪陪一些还没睡觉的人，这样哦。刚开的时候，哇，一大堆人呢，那边打招呼的，我那时候也是吓到，我想说应该就是不到十个吧，啊，也是听听 BGM 画画图，啊，休闲一下，又蹦出一大堆人。我喜欢安。我现在才看到，网上滚看了一下一万打字，没错，就是 YT 越来越难做了，不一定要兼职，就跟以前工作一样，做直销，你一定要不能马上做直销，你要兼职，直销是副那个做副职业的，你要先有一个稳定收入才能去做直销。所以我最近才会，之前都在做梦，都会梦到说什么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被雷劈到，跑回去做那个超商的工作。然后可是我梦里面就确定记得说，不对啊，我记得我是在做实况的啊，怎么会跑来又做这个东西？等于是一个噩梦欸，好恐怖的梦欸。你尊重海，海就会帮你。哎呀，在你手上呀！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噔他们要睡觉的。大鱼想字，我是不知道他想谁啦。大鱼你想谁？我看来他刚刚很生气，现在把字丢掉了。嗯。我的字一色，你真的字一色哦。我先问一下哦，现在聊天室有没有人要玩的？可以打个字吗？让我知道说待会还要不要继续开，不然我就跑去玩哥布林了。就至少还要有，至少有两个还要玩的啊。外塞，欸，阿哥五郎吗？至少还要再一个，再一个就打三人马嘛。
没有的话就是你 OK， 好，那等一下再开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看你们三个有没有还要再进来的。哦，加一啊，那满的。那待会不能让我看到这三个人以外的进来。你再开图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去玩去玩。昨天玩过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刚有说啊。那就只是在休闲。我刚睡醒，天亮了，五点呢，天亮了，你认真？准备要搭车上课，那你还是不要好了，你搭车也要。得哭啊！你怕说要转车还是走路什么之类的，你会撞到什么东西？一万。怎么那么痛？清一色哦。力气。气。气。为什么听不到粒子音效啊？为什么？没有欸，还是你这只角色没有粒子音效？是吗？不利可以更痛，你是什么牌？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ノーテンです。哦，你说等红中吗？不是啊，你只有粒子才会更痛啊！你要翻离宝牌、欸。嗨，安安，醒着竟然有台开着，对啊。哎，睡不着觉，陪那些睡不着的人。反正可以更早开啦，就是谁知道我现在睡不着。哇！这是我香香的牌，吉星早安。这是什么牌？没。
动。我想到昨天我的大四喜没有了，有点不开心啊，好不开心，好不开心哦。我应该全部都打掉有没有，说我在拼那个流局满贯。好了，我到捷运站了，可以慢慢等你打完了。好，捷运哦，对哦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哪一个啊？台北捷运吗？还是台中高雄？我觉得捷运发车还是要还是六点才发车，不是吗？际遇安安，台北哦。那时候太早去捷运站，还在外面等人家开门。昨天因为前一个国四五双差点睡不着。谁？リーチ、ツモ、ハク。感谢克洛伊、西敏、呆鱼，谢啦谢啦。你把都没糊到，好扯，我糊的都被还回去了。麻烦再按一下，暂无记录，请加油。哇，不打有人场的玩家。好啦，那个你们两个刚，你们三个赶快去睡啊，好吗？西敏、克洛伊、呆鱼，晚安晚安。怎么了？你没有抢到吗？你也早点休息，不是没睡，有稍微躺，但是睡不着了。晚上要去休息，晚安晚安。没抢到，没事。没关系，可以排队抢啊，抢哦不哦不哦不不不不 不, 不，那我电脑挂着了。好的 God， 晚安晚安。凌晨四点十分开始开台，哇，我开快两小时了吧。看，静安安，楽しみ，楽しみ，好了，しみ。リーチ，哎呦。你继续等。哦。什么？今天是不是跟我讲我不适合打牌？醒来，繁星醒来。你睡太久了。现在轮到我睡不着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要上班呢。不睡？那你现在献祭好了。如何？现在去献祭。你每天都失眠到七点睡不着。已经习惯了吗？我昨天也差不多是这时间睡啦，
所以其实现在睡意也差不多了。冰雪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好像可以限一下好了，你要吗？可是我现在离不开，不然没关系，我这礼拜不限期。我是起床了啦。然后嘞，准备去小琉球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哎，那会，这个也会。好啊，没关系。明天我亲姐婚礼哦。哦，好大声哦！我可以带献祭，没有啦，不是我要，不是我要献祭啦，我们要献祭啦，呆鱼要献祭，欸，他要去投胎。那他是因为现在睡不着，我刚想说，不然你先去投胎好了，小草好像可以。半小时后见。好，你专心，你专心投胎吧，拜拜。嗯，雨恋安安。欸，敲钟了，我要挂台睡觉了，三晚安。大概打到几点前吧，也不打吧，打到六点半前。不能太晚睡，不能太早睡。
跑完了，辛苦了。嗯，应该是整整三点，感觉三点起不来了。你说我还是你？我可以设闹钟啊。我把九点的闹钟改掉，我改成2:59。早上，编辑，下午 ，give me a shy， 凉。三两，你好，恭喜！2:59，58好了，8不存。为了跑图的疯子，对了，我忘记关平日上班的闹钟了，赶快去休息，晚安，晚安。早安，差点睡过头。几点才是睡过头啊？早安，早安。碰。你说你哦，没有说我啊。没事啊，你对木娜也要睡了吗？晚安，晚安。哦，完了！我现在在笑，那个拔智齿的位置超痛。那我知道让你哭了，是不是？还要再玩 PD 6吗？没有了。啊，嗯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那个。虽然每周都会有一个任务什么之类，但每次打完时间是大概2小时，实在没那么多时间去玩，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精神去射气球，再加上其实也没什么人陪我玩，最后一次陪我玩的是诺英，但是已经很久没跟他玩游戏了。我射气球，我移除了吗？还没移除。哇！哇！
怎么了？热气球怎么了吗？你是遇到了什么东西过不了，还是什么吗？怎么啦？到底为什么？感觉今天打牌命不是运不是很好，命不是很好呢？在处罚我不睡觉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就睡不着嘛。在处罚我吗？你知道我很难过。ローンです。哦，我的鼻子终于好了，刚被鼻涕呛到的地方，刚好痛哦。我发现我最近痘痘都长在同一个地方，好烦，那种大浓痘。是真的不能吃炸的欸，前天吃了炸鸡跟地瓜，结果昨天有长很大颗，很鏘的星辰男男。两番，魔元安。让いただき。はい、ドラ。チュン、トイトイ、三アンコ。哇靠！こういう時は，你可以去看看，如果你没有喝的话，你有没有办法吃安可？感谢。好，那个墨雪又没抢到了。小飞象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觉得你哦，没看过，我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手机视力单薄，没事没事，这最后一场了哦，本教主不是本教主，应该该睡了。然后本来真的是心情不是到很好，但也睡不着，然后睡前也有做一些事情，但就是躺在看能不能让我清醒。为什么要让我清醒？应该要让我想睡觉吧？你太自私了吧？想让我清醒？你也应该是要用超级留言什么之类让我清醒啊？怎么是想用牌让我清醒？干嘛？你是刘德华吗？用打牌治那个什么落枕？对不对？
打牌自落枕，那屁股就脖子蛮好了。又陈安安。谢谢婆婆。我听到超级留言，你要睡了。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，晚安，克洛伊晚安。不是，是信说要让我有精神的。嗯，云凯，哎呦，我怎么闻到黑松沙士的味道啊？得在我附近喝黑松沙士吗？我想说合格梦想什么的。我梦想我没看过，纯正九连宝灯而已了吧？看一下哦、喔。Leech。纯正九连宝灯没看过，四杠子没看过。青老头，青老头看过。我着了，我啊什么？你睡过头了吗？你睡着了吗？我去买早餐黄色的，嘿，嘿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哦，好。什么？什么？火腿蛋饼两份，然后薯条，我要加胡椒。感谢。什么？直接线上点餐。因为他要出去买了，那家的蛋饼很好吃啊，而且我之前点那个火腿蛋饼，就因为我姐认识他，他会多送那个起司啊，或是里面会加一些料。本日ドラさん。満願。你要吃早餐了，对吧、啊？吃完，看怎样啊？如果等一下开台的过程中还有的话，就在边吃边，应该也是七点回来吧，所以大概也是关掉了，关台了。刚想吃蛋饼，吃起来。好饿哦，我很抱歉。
抱歉，让你们也饿了。昨晚勉强自己睡一半就行，半夜做报告。那现在嘞，要回去睡了吗？要上个白痴哦，好吧，啊，翘课喽，没有啦，加油加油。不会啦，乖学生完全没有请过假。哇，这么乖。没有请假也不算是坏学生啊。今天你感冒不舒服，重感冒好吧，重感冒不舒服，还是得请个假吧。小小卡比兽安安，怎么了？欸，很久没跟你打嘞，点点我。哦，你最近运势好像不是很好哦，来那个，来帮你算命啊。你最近运势，不知道你这个三人马是什么时候打的啊？维持下去啊。真的要模拟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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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力气 ，long， 对啊，就是这张，就是这只角色的啦，就是这张，献完了。好了，你可以睡觉了，嘉轩安安，大鱼晚安，快去睡觉，你只剩下九个小时可以睡了。嗯，早安，加藤安安，七队。リーチ一発鎮逸ドラニ。哇，ドラニ。倍満リーチ地位。你好像没办法让我醒呢。可以先吃早餐。好。不是说要让我醒来吗？啊，如果这时候再换出这两张牌给我，那我才会醒啊。砰！哎呦。我没有别人可以玩有人场，我的有人场上次打死那一次，什么意思？我的斯安克要来了吗？
你跟老居的那次啊，就是有一个哎、欸，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也是啊，每次的有人场都是跟他打，那时候也是累积到了四次吧。有六张妖兽牌锅了 啊！我不是在弄了，我打掉了哦。砰！四暗刻差点就出来，你说上一场吗？可是现在你缺哪一张？嗯，哦，上一场，哎、欸，我的肩膀现在露出来了，可恶。痛了！龙，都是他在伤害我们三个哎、欸。静，该醒来咯，先打掉好了，危险危险。干干干干，醒醒醒啊！国士无双出不来啊！醒，该醒了啊！是我繁星啊，还记得吗？哇，我的分数回来了，我的胜负已经2000-25000了。信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但是我真的是不可以有精神了。你干嘛害羞？哎呦，脸红啦！爱怪人安安，哎呀，脸红啦！你很勇嘛？安。嗯，我那个下载好了，随时准备当金主了。没有，你当金主你要进去啊，你还是要给我进去啊。你现在几等多少钱？等级比我高，钱比我多，就该给我进去。好吗？来学校路上下大雨，现在就是湿雨天啊。
什么私雨天，我在讲什么下雨天啊，私人的天气啦，私雨天。两千多块钱，那不然我当金主你进去玩好了，如何？不亏吧？怎么想？都赚欸，不亏啊，不亏。坏人早安，外面好人。对啊，我会睡不着也是因为这样子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先出门了，大家拜拜。好，猴子拜拜。刚好 15.75， 你好棒，你捡到满哦，你好棒。我最近一直第一阶段，我记得一个墙壁后面会有两，会有一两个那个小那个石头，一直忘记是哪一个。我主要是其他的都有存货，所以不怕做金主啦，我一个人也可以，不过我怕很快就凉。会凉啊，凉凉，好凉凉。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杠杠杠啊！杠杠看呢、啊，哎呦，射他，净射他，我事情就射他了。嗯，他好坏，对啊。啊！等等，任务是木土，我要飞不起来了。可以吧？你先把前面的剪一剪吧。你要现在马上解任务吗？你是说三点的任务吧？他好坏哦！你是想说最后了吗？谢谢你哦。就想说都最后了，贡献给教主了。三点我不会飞了，没事，我们任务可以晚点解，好吗？我们还有佩佩，你忘了吗？感谢夜猫月信跟牙猫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啦。最后一场吗？他没梦想欸，没事欸，他没办法有梦想啊，他刚刚也是把红中打掉啊，对吧？我记得你好眼熟，你是谁？我记得你哦。哦，你是加藤哦。哦哦哦。
欸，我太早打掉这一张了，我在干嘛啊？没事，刚刚还没有转啊。看，哎，是。心累，晚安，去睡吧，去睡吧。野猫晚安。看，哎呦，不会又是绑架场吧？可以，可以不要随便都在那边绑架人吗？我很怕你。早安，睡过了。好气，好气呢！点点很好气。哎呦！哦，该不会？碰！你睡两小时哦。那去睡一下啦。啊，没有了啊，都被摸掉了。你气气看啊。一二三。No。 哦。哦不。一二三四五六六宝牌七宝牌，人家艾瑞要中午见了，等等还要上课。好，晚安晚安晚安。哦不，自摸的哦，谢谢你自摸，还好你自摸。你还想杠了？你杠啊！你杠杠看啊，你就杠啊！你这只可是领上死呢！你这只就是要领上开花的啊！还是你是因为我刚刚那边……哎呦喂啊！给他死！有种九牌下来！还是因为刚刚我的情绪勒索造成你不敢杠了，不敢杠。中了吗？ランです。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碰碰。云安安。哦，好亮哦！狼呀！加藤，好痛哦！往生，哦不。987987哦，还有至少几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宝牌，或七宝牌，哎、欸，给你。哦，大声！哇！对吧？不是啊，怎么卡中洞啊？好烦哦！看，我差点打到这一张哎！天啊！好吧，放弃了雨林，好容易黑，很黑吧？饶有意的带，你是哪一个？你还是在你算国际吗？不是你贴图可不可以按好一点啊？按那么久，每次都是按错贴图。
啊，送啦送啦送啦！在大厅带你会吗？有遇到吗？点棒一千。所以在国际服，尴尬的是你现在也不在突窝群里面，没办法加好友。我每次跑雨林的时候都被淋到五次，跑路真的好烂，就沿路摸着那个火炉走，不是吗？碰，哦，碰，碰。我曾经就是已经差点掉翼了，就是火已经快熄了，就刚好一个观众那时候真的是路过来带我，有导致就是我对他的好感度是爆开，那个爆开的那一种，就像是已经无家可归的狗狗，突然被一个好心的流那个人捡走，然后就整个是好感度 up up 的那一种。那就正厅了哦。哦，我是想要清一色碰碰虎啦，只是会正厅，想说不行了。加藤下去，谢谢喜羊羊、海蓝、满星、加藤，加藤下去。你还想玩是不是？想血池是不是？想血池是不是？加藤，还有人吗？好，加藤下去。还有没有人？好，没有。其实我已经发截图。对啊，但是那个审核是要等那个啦。小帮手来，所以可能今天你没办法进去，在那个、啊、结束前。好，那这样子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没人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就最后一场了。啊，我想到了。那个，你等一下还在吗？不然我等一下用 Switch 开个萤幕截图，然后你 QR code 加我，我请看有谁要来带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可以吧？就是我先 Switch 加你好友，然后再请一个会加好友的人进，跟我那个。串到我这一房，然后你们彼此加好友，这样子。麻烦到我不会啊，毕竟我是请人家带你，不是麻烦，我是麻烦别人啊。什么？是不是都可以加进去玩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平时的话是可以。啊，今天的话是等一下要休息了。我刚刚怎么都没有吃？我在干嘛？不呛了啦。平时只要看到我开日麻台，就是可以抢可以玩的意思。干嘛？好，我的早餐回来了，所以我之前以为要加会引擎，没有啊，一直都没有这个规矩啊。兔兔晚安，好，优花晚安。加藤，你还是去睡觉好了啦，加藤。可以睡个好觉，好的。加藤，去睡觉了啦。加藤，这是为了你好啊。只有加藤受伤的世界。后心凉，瞬间凉，什么东西？凉凉。好，凉凉。继续上班，进来看一下。给我下来！互相放枪模式，反正现在去上课了，好香，拜拜。不想上学，要上学，去上学。哦，你回血了耶！回血的意思是什么？又可以再虐你一次了。冷，
狐狸下来咯，电梯往下。本一次，ドラさん。ハネマン。リチ一次ドラドラ。外面好冷，不想出门。加油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不也是在陪你们上班不啦？上不啦？妈，讲什么？哦，今天的牌很适合碰哦。圣母早安，啊，怎么是这张？嗨，你又回来了。最爱还是你，这是我的决定。向宇宙相对弈的心互相吸引，慢慢就会靠近，还是要爱你，时间会证明我爱你的勇气。牵着你的手才知道是永久，这一次我放弃了所有，只为能再与你相遇。哦，看，看，最爱还是你。这是我的决定，向宇宙相对弈的心互相吸引。立即，哦，应该拼个鸡鸡小的。轰！哇，六六六哎，打完了。冷，哦不，很适合做四安克，真的，但是凉凉了，后心凉，心飞扬。海底河底，哦，哇哦，天牌奥德三一个，可恶，早知道不去对了。来了我的回合咯，懂哦。嗯，我的回合，你完蛋了，我的回合。嗯，得了得。我在想，我在校车上要不要玩一下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最后一场了，我的早餐回来了。
等下吃早餐，吃完就要休息了。等下看雨月有没有要玩吧，因为搞不好有开台啊，对不对？雨月搞不好会开台啊。因为他最近没有时间补他记录档，他最近打牌打得怎样？有进步很多吗？那教主赶快去休息吧，怎样？赶我去睡是不是？哎呀，嚣张大胆喽！哦，我以为他在做绿鱼色，我以为他做条子啊，结果混了万子在里面。晚点是看情况开台吗？没有啦。不哭超多什么进步超多吗？那这样就好了啊。月月开了不是玩趣闻，他玩什么？看一下。好，就我玩的那个啊，就是我玩的那个啊。如果我刚刚说，哎，不中文了，赶快来玩哦！都给我去玩哦！这样子，没有，没那么凶啊，不可能那么凶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哇，国士无双耶、欸、你又下去了耶、欸、还标记阿杯，谢谢指教，谢谢谢谢加藤优一为我们带来两次上面的空气真新鲜。哎呦哎、欸，其实有回来啊，但是凉凉，早上还有锅，对，但是其实没有办法提神。好啦，我们去月月台吧，大家晚安喽。开多久啦、啊？是。五六七，快三小时了，可以啦。只有我受伤的世界也完成了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来吃早餐了啊，大家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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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